太祖这么做，确实有点残忍。那换作是你，会怎么做啊？这，他们想回家养老，就让他们回家养老呗。顶多是派几个人盯一下，如果没有什么妄动，功臣还是要善待的。 你能这么想，那真是天下人的福分。太后要是听见了，一定会特别高兴。哎，可惜啊，据九州之铁，不能铸此错。 留步，留步啊！留步，留步，留步，留步！哎，来来来来来，聊聊去，聊聊去。这个老兄贵姓啊？啊，公公，礼部侍郎李石。李大人，李大人，我问你啊，宫里最近谁长事儿啊？这个孙太后是不是不好使了？学生，官小，不太清楚。哎呀！ 不小了吗？哎，我看你们这个跑法，下一次说不定还真就把太上皇的尸首给运回去了，怎么办？啊，公公，学生无知，请公公救命，给我们支条明路。这明路有啊，但你得告诉我，孙太后她是不是不好使了？这个。 公公，现在这宫里面，我听说皇上很尊重他，但是好些事情还得是胡太妃说了算。他娘的，我就知道，李大人，我都说了这么多了，您还是不明白什么意思啊？嗯？哦哦，公公，不好意思。 有点意思，有点意思，有点意思。哎，公公留步，我们想去见见太上皇，不然我们回去了，太后问起来，怕没法交代。太上皇，那边看着了吗？啊，往那边走，准备座去吧。哦，谢谢公公。徐先生，叫我名字即可。 我是真心叫你徐先生的，授意良多啊。将来，哎，来人了。臣礼部侍郎李石，恭请圣安。臣锦衣卫指挥使罗琦。 恭请圣安，臣锦衣卫指挥使商礼，恭请圣安。哼，总算来人了，挺好。哎，我娘怎么样？皇太后好，皇上也好。三爷还健忘吗？啊，是，听说打算告老还乡了。那个见了太师吗？ 臣等将国书递给了太师，这才过来向太上皇请安。他有说什么吗？太师说，让我们回去再核准一下，把金银布帛的数目确定了。哎，想不到现在我这么不值钱了。行，先别说这个，让你们带的衣服带了吗？那个我跟徐先生的衣服都破了，也没有针线。 还愣着干什么？脱！哦哦哦！姐儿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
皇上回来了。嗯嗯嗯嗯。今天学什么了？大学之道，待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。好。来。嗯嗯，哎。太妃呢？ 在等你吃饭，娘。 等不及你，先吃了。哎，朝廷有点公务要处理，回来晚了。啊，我还以为你去永定河参加孙太后的水陆大法会了。娘，其实说起来我应该去，金角死了那么多人，太后自己掏钱办了三天法会，替朝廷安定人心。 皇上，于大人到了。赐座。谢皇上。皇上召臣来，有什么事有，请皇上明示。皇上莫不是病了？ 精神不佳，于谦，朕对你怎么样啊？臣与皇上没有私恩，皇上说这话是开臣的玩笑。朕差点忘了，你是硬骨头于谦，烧石灰也不低头。 没有私恩，没有私恩，那我们总没仇吧？没有，自然没有。太妃想立太子，已经纠缠我好久了。内阁有什么看法？你是个忠臣，总得有个态度吧？臣认为此事不妥，眼下。 不可给天下人落下口实，说皇上就是因为想立太子，才不欢迎太上皇北狩归来。那是朕的家事，和那些摇唇鼓舌之辈有什么关系？既是皇上家事，请皇上与礼部商量，内阁是不支持的。 于大人，太上皇不肯回来，实在是瓦剌也先阴晴不定，狼子也行，他们就是不放，我有什么办法？难道他一辈子不回来，我就一辈子都立不了太子吗？好吧，还是让孙太后做皇上吧。 你们都是他提拔上来的，我用不起你们。皇上切勿做慈祥，臣是大明的人。那你跟我说说，他孙太后就是圣人，一句话，你们前呼后拥，我坐在这大殿里面，说什么都没有。皇上，不是的，真要你说。 他到底是什么人？一而再，再而三的给朕添堵。难不成，等太上皇回来，他还能把我从这位子上蹬下去？孙太后以母子之亲，
为了国家命运能废帝，就是鬼神也挑不出他的过错来。我又怎敢不遵他的旨意？我又怎敢违逆他的想法？皇上也知道，太上皇回来。 无论是孙太后还是天下所有人都知道，前朝一事流水落花，无可挽回。皇上何不大度些，让他们母子团聚？立太子的事在朝中推行起来，必然顺利无比。 给我一个道理，如果我不接哥哥回来，您怎样？如果我非要立皇太子，又怎样？哼！我派人从京里打探消息回来，您猜怎么着？嘿，皇上他要立皇太子。 可是大臣们不同意啊，大臣们就是想把太上皇给接回去，他又不同意。哎呀，要我看呐，他们根本就不想要太上皇了，可还不停的派使者过来，那就是耍您呐。住在咱们这儿的这位太上皇是太后的儿子，而皇上呢是胡太妃的儿子，他俩本身就是面和心不和，而且太后经营多年，朝廷上的老臣还都是听他的。 所以说，干脆，咱们就把住在这儿的这个太上皇咔嚓一刀给剁了。你剁了之后呢，太后一定和皇上拼命。他们一乱，朝廷就乱了。只要他们一乱，咱们就可以挥兵打进去。而且现在啊，跟以前不一样了，皇上身边也有人，就等于是他们各自哎指挥各自的势力，是不是？哎，大哥，我们答应大明要把人送回去。 这样不讲信誉不好。跟他们讲什么信誉？咱们在京城死了那么多人，我时时刻刻都想报仇。你们不肯杀，我杀。站住！干什么去？你敢拦我？我拦你怎么了？够了没有？回去。你，哎，把那个废物带来，我来杀。 看你们谁敢拦我！牛粪都没喽。好，明天我去捡。今天光顾着说笑了。皇上呢？喜宁过来了。 说大汗找他，娘的！十方神灵，三世诸佛，所有能听见我声音的鬼神精怪。 保佑我儿定当无难。野心，你不守承诺，你不是英雄。
不是英雄，滚开！滚开！滚开！杀了他，不是我不守承诺，是你们大明三番五次欺辱于我，先是说。 多带金银来赎，金银呢，就是瓦剌的一条狗，也不会这么不讲诚信。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太后，你怎么了？ 你想杀他，你先杀了我。杀你，如同杀一条狗。看你如此忠诚，我放你一条活路，闪开吧。杀了他，封你做千户。先生，你走吧。 太师，是我糊涂，是我糊涂，哼，知道就好。 先生，徐先生，你快放了叶贤！我看谁敢放人！ 放了他，他就能逃走吗？草原是我的，你的命是我的。放人，徐先生，他说的没错。 整个草原都是瓦剌人的营帐，咱们根本走不了。让他把我杀了吧，咱们……你说什么呢？咱们来世再做兄弟。你快走啊！走啊！走！ 杀了他吧，我就死在你面前。你把他们给我放了，大汗，滚，不杀了，快走！你们谁敢动，我就死在你面前。 老天爷说话，我听见了。他说什么？他说：“我儿终将无恙。”
一切明枪暗箭都已经被罡风吹散。不哭了，不哭了，哦，不哭，不哭了，不哭，不哭了。来，许先生，喝口热茶。多谢皇后啊！你可别这么叫我，你谢将军天天嘲笑我，说我躲在帐子里当皇后。许先生，别这么叫了，就叫他齐木格吧。我可是奉太后之命，来护卫皇上的。那怎么能乱叫呢？我要是算得不错的话，开了春，咱们就可以回北京了。我去把羊圈加固一下。老徐，你去看一下吧。北京已经答应我们派使者去大明谈判了。我想实际夺了他们的宣化城。现在主要问题是我们人少，进城之后如何控制城门？宣化城外又没有可以躲藏的地方，我没法派大军掩护。喜宁有个好点子，让他说说。他能有什么点子呀？啊！咱们呢，就从正门进，多带大车，多带马。带200匹马，这样呢，至少可以有100个士兵负责押送。咱们就说是奉旨进京，献马，献皮毛，这样咱们大车里也能藏兵啊。要挑能举200斤射箭、射200步的勇士。是，对，只要我一进城门，我马上就会宣读太上皇的旨意。按照规矩啊，这个时候城门上下的士兵都要跪听。至于这个圣旨嘛，我觉得就可以写得啰里吧嗦一些。等我念到一半，我就清一下嗓子。这个时候，马上的士兵、车里的武士一起动手，只要控制城门在一炷香的时间，这野仙的大军就能掩杀上来。你打过仗没有啊？没有啊。
我就算在车里放了200个、300个人，可那么窄的地方，夺门是不可能的。哼，你让我的士兵怎么上城楼？但凡他们把吊桥一收，岂不是白白送了脑袋吗？哼，你什么意思呀？想让我们白白送死是吗？所以我准备了这个。什么东西啊？ 哎，别动！我在上面淬了剧毒，这是我花高价买下来的匕首，你碰破一点皮肉，马上就死。野心，他也太卑鄙了吧！不卑鄙，不卑鄙。所以我决定了，把这个匕首藏在圣旨里，先杀主将，你们趁乱夺门，怎么样？嗯，我觉得值得试一试。野心，宣化城一破，大同、晋阳迎刃而解。对。 我们接受上回在北京的教训，我们和妥妥不哈大汗合兵一处，全力经营中原。大元国能不能复兴，再次一举。你们看，我这儿也下雪了，再不进攻，会杀我们这些马哈穆罕的子孙。大明这些年。 把我们戏耍的也够了，今天派一个使者，明天派一个使者，这个太上皇，天天在这里吃粮食，竟是一点用也没有。就这么定，泄露机密者，斩。<笑>大将生来胆气豪。 妖挂秋水，严灵斗。寡人正统皇帝是也。今日与瓦剌皇后闲来无事，嗯，取猫取乐。射他！不能，皇上，啊，这个别使过来。 别躲！太后驾到！太后，你娘说你天天挂念着太上皇，这么一看，果真如此。 谁让你们俩演这个？啊！皇上，挑唆政和太上皇的关系，不想活了？来人，拖出去斩了！啊！皇上饶命！皇上饶命！皇上饶命！自古优者无罪。你要是不喜欢他们，就送到别的宫里去。谢太后。 粉身碎骨，难报太后之大恩呐！滚！快！哎，心安，奴才在呢。你现在的胆子是越来越大了。这样的人，也敢给我搞进宫？要不是太后替你求情，朕就砍了你的脑袋。谢太后不杀之恩。 瓦剌那边要派使者进京，要献上马匹、毛皮，不知皇上应允了吗？准了，当然准了。可是太后，这瓦剌人这使者来回往返，嘴里没一句正事儿，太上皇不回来，我也忧心如焚呐。 哭什么呀？说话呀！太后，请允许我出家。啊？我好后悔嫁到这儿。
胡太妃又打你了，他已经那么得意了，怎么还那么折磨人呢？皇上对你应该还是不错的吧？皇上他不敢管，十天半个月也不回一次宫，李太子的事情内阁不同意，胡太妃就说，是我的八字不好，我有的时候站在楼上。 就想跳下去死了算了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我活着，还不如一块假山上的石头痛快。太后，请您替我说说情。宫里有道观，有寺庙。太后，胡太妃派人来问，皇后什么时候回去？ 你跟他们说，我即刻就回去。我是懂规矩的。 今天我糊涂了，以我的脾气，会把你留下的。天王老子也不能把你带走。可是我君子不行，国家有体制，我没法帮你。 我自己的儿子都还在草原受罪呀！我的眼泪啊，早就流干了。太后，每次皇帝的诏书，都有一封附件，上面写着，赎买太上皇回来的金银、布匹，您知道吗？当然。可使臣在临走之前。 向皇上辞行的时候，皇上都会要回去，烧了。不可能，他不敢。胡太妃敢，太妃说什么他都听。 可是我儿子他回来是不会去跟他争皇位的。你不知道，我知道，我偷听到的，他们不把我儿子立为太子，是不会罢休的。你儿子，他回不来了。什么？再说一遍。太后，你再说一遍。太后，我没有一句假话，你相信我。 我说这些，只求你能帮我。少卿，衣服、珠宝，想最好的给他送过去，快！是。 太后给您的，你跟她说，不用可怜我。皇后，皇后，你回去，你回去。
回去告诉你们主子，我就算是带铁钗木钗，我也不稀罕这些玩意儿。嗯，礼部的官员都是乌龟吗？啊？立太子的事儿，从去年拖到今年，今年拖到明年，你们打算拖到什么时候啊？为什么迟迟立不下来？皇上，要立太子，礼部一直在开会，可大家的观点不一样。太上皇蒙尘，皇上危难之际负监国的责任。如果太上皇没有回来，不能行使皇位禅让的礼仪，太子就继位不正，这个在礼法上过不去。这句话都说了多少遍了，朕耳朵都听聋了。哪一个皇上继位还要跟上一个皇上举行仪式？胡说八道，这不是禅让。皇上，如果太上皇遇难驾崩，您的皇位得来便是正的，如果他还活着，您做皇上属于监国，祖宗传位没有兄终弟及的规矩，况且太上皇还活着，须得三辞三让才行，接金榜，然后祭祀宗庙，再立太子，才是合礼法的。事事都讲礼法，那北京城是你们守的？礼部不讲礼法，讲什么？臣不懂。臣也不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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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臣也不懂。好，不懂是不是？锦衣卫，锦衣卫，在。把这些礼部的官员给我拖下去，停杖五十。把这个嘴硬的给我停杖一百。脱了裤子，好好给我打。是。皇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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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皇上。启禀陛下，廷杖已毕，孙尚书怕是已经弃毕了。啊？别收尸了，把尸体摆在那儿，让大家都看一看。是。嗯，不是要修身齐家，治国平天下吗？礼部的官员，你们都好好的看看，写折子来告诉朕，身是谁家的身，家是谁家的家。怎么，又去告我的状了是吗？皇上，皇上，你过来。媳妇儿，今天又跑到太后那儿去告状了。你说，我该怎么办？娘，
你说什么？娘，你给我进来。娘。哎呀，少保大人，少保大人，多有得罪，多有得罪啊！哎，还希望少保大人您不要往心里去啊。你没得罪过我，这点心我不能收。哎哎哎！